哎，记得我喜德，今天来玩绝区域零。那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每周行程啊，你们会记得阿杂，我自己有一个我留的这个最速刷完每周制定行程啊，当你很忙、很忙、很忙的时候呢，要怎么解决这个每周制定行程呢？虽然说这个每日任务啊只要5分钟啊，但主要是说这个每周行程有这个300的网钢账号点数、网神账号点数啊，然后有一些小东西。给养了，好吧，加减呐都有。那我会选择的话，我们会喜欢前往电玩店跟这个享受拉面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快的解决这个每周进度的方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去网，直接先去吃一碗面，然后呢，直接玩那个小游戏自杀两场就可以解决这个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我们的每周制定行程给解掉啊。啊，刚好我这边刚好碰到一个任务哦，活动新活动，遇到这个新活动，我先快速把它按过哦。黄金绑布，这是目前这个录影时间是7月15号，所以是7月15号更新的这个游戏活动。好，哇，没有铺台前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赶快把它按掉。等等呐、啊，怎么刚好要结任务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呢？刚好要这照片相关。好，那先这样。好，我们先去我们的拉面店在哪里？拉面店这边，先吃一碗好吃的拉面哦。白碗草本汤面吃下去，那我们跳过吧，因为是教大家怎么快速的解完这个任务哦。那额外效果持续三场，攻击加30，冲击加4.5%。记得大家那个如果要打很难的关卡的时候，就可以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我们的电玩店出发。那有点最近没有沉迷网瘾，到这边电玩店出发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街机模式。直接有没有一对一的蛇对蛇，点下去开始游戏，然后呢就很简单的就直接自杀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的给他自杀，然后把它关闭，然后再之后再打一场就行了，这边解两场，OK，这边你把它关掉以后就是这么的快乐，有没有？然后回去看我们的每周行程是不是解完了，有。我们的这个每周行程就这样给它快速的给它解完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呢？那来刷一下我们的这个每日任务吧。大家，我现在目前啊都是在刷这个我们的这个技能代理人技能冰属性的，感觉后面还是很缺，所以如果体力满的话，我都会选择先去刷我们的这个冰技能。当然，这是我是玩冰队啊，如果你们刚好刷到别的核心角色的话，也是 OK 的，也是 OK 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直接选满5只，然后呢，储存专案啊，下一步，出发。基本上你可以分配80、80、80，或者是100、100，然后等到80的时候再补一场。但应该这么绝幸运这游戏这么好玩，不会超过一天不上线吧？对啊，我自己是，所以我真的就是瞎忙，瞎忙忙到忙过头的话，真的是才不会上线。但是我应该都是每天都有上线，哎。学习的内容真的还蛮大的，很多东西可以玩。不是说体力，你体力花完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做。目前可以发现，锵锵锵，好，杀，开转，5T，划掉，哎呦，我忘记我是用100体的，怪物比较多，但我记得这边刷完就没了。记得每周任务都会重置啊，我的每周任务也重置了，到时候我们来刷一下，快乐的给他刷一刷。我开转，鲨鱼转，被咬了一口，长呀蓄力，长呀蓄力，再转2圈。五金开大，哼，爆雷哥，结束游戏。啊，我们再刷一场了，刷一场就差不多了。那拿到做多东西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多人已经突破到主线第二、第三章了，我才尖章而已，我的网神等级还不够啊，偷懒一下。但我觉得这游戏。本身就是单机游戏嘛，记录自己的这个游玩日记啊，然后分享一点小心得给各位啊。对，我觉得目前是这样子，享受游戏最重要。
ready， 怎样？咚咚咚咚咚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那个拜拜的可爱哦，拜拜，接一下，哦，这个我刚好切到瞬间打架挡，然后攻击，给那个药，手连给棍。防压攻击，转一圈。哎呦，打压。面对呢？面对呢？敌を直視して。敌を直。将，打一下。来了，躲了一个路。好，结束，那这就是我一天的行程了、啊。这样子每日任务五分钟就刚好把它处理掉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多棒。好了，我是 GP 奇德，我们下次见。希望每周制定行程速解，帮到你哦，拜拜。